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你们的留言老爹都有看哦。老爹有注意到一则留言，他跟老爹说，老爹，你的二郎跟你的 king 哦，速度要接近一点哦，接近一点哦，才不会中途被打断哦。好，没问题，老爹哦，又在听你们说的，来，老爹现在把二郎速度调整到540，老爹 king 速度调539，怎么样啊？只差一点吧，这个速度调整的还可以吧？只差一点呢、欸。那么我们就来试试看各位的建议，老爹究竟能不能变得超级强？没问题啊，只差一点的速度啊，等于可以连续攻击哦。好嘞，来我们的竞技场，布阵，换上我们的细鸟膏，还有我们的独角仙，到底谁要在后排比较好啊？好了，把球棒放后排，完全没问题。好来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就先来挑战我们第五名的破坏之王。老爹之前哦，常常打不赢这个破坏之王哦，我们来试试看啊，依照各位的调整，能不能击败他？老爹的二郎砍了六个二，造成三只内伤。何家庆接着打，550万。好，对面看起来已经残血了。哦，对面的二郎340万，完全没问题。我们继续。好，他的二郎已经不屈了。对面的 King 开了六个心跳声，没有带走半只。二郎一个追击，球棒一个反击，直接带走。现在来到6-4的局面，我们再来。有人问老爹啊，为什么洗脑膏要放前排哦？因为洗脑膏在第二回合之后就没有用了、哦，它的功效只有两回合哦，所以老爹想说保这个球棒哦。好来，球棒越战越勇啊，所以我把它放在最后哦。洗脑膏只要撑住两回合就可以了。好，没问题。现在来到6-4的局面，老爹的二郎砍了四个，直接带走对面一只。有没有看到啊？一只都没死啊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。我们再来挑战第三名的一网打尽的一王 One King。 好嘞，各位观众，诚如你们所说，二郎跟 King 哦，只有一点速度之差哦，好像变得很强啊。老爹二郎砍了六个，造成三只内伤，好像固定三只内伤啊。何大 king 510万，完全没问题。好，再来对面的二郎250万，这个伤害有点低哦。可是我的 king GG 啦，靠腰。好，再来僵尸侠砍了一个僵。对面的 King 造成422万伤害，老爹二郎一个追击，球棒一个反击，再次带走他的 King。 目前来到5-5的局面。好，再来球棒放后排有它的好处哦，可以活到最后啊，球棒越战越勇啊。洗脑膏到第二回合以后好像就没用了。好，没问题。Round two， 老爹二郎砍了四个，190万伤害。
我的好，对面的二郎340万，老练二郎一个追击，直接带走对面的二郎。姜世侠开了一个姜，现在是五打四的局面啊，怎么看怎么赢啊，各位观众啊。然后再来，老练球棒开了两个球，对面的独角生开了一个嘟。好，没问题。老店的二郎哦，依旧健在。流水更 second， 23万不够看。好了，五打三呐、啊，你怎么跟我斗啊，一王？完全没问题。我的个！好，老店二郎再次开了两个二。姜世侠开了一个姜，对面的独角生快GG啦。好，没问题。他的僵尸侠又倒下去了。哎呀呀，你那个残血的，快点GG啊！靠腰，我的二郎嘞！我的二郎嘞，靠腰！不会打到时间到吧？好，我们来到第四回合。僵尸侠开，再次开了一个僵。他的独角兽快GG啦！哎呀呀，好烦啊！赶快出这个闪光啊！每一把都打这么久，真的很醉耶！好了，不管了，我们跳过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，我们再来挑战第二名的二郎。靠腰，他放这个什么？他放这什么怪人啊？那我们也让一只给他好了。我们让谁啊？我啊。好，我们也放一只大象，完全没问题。我们留在第二名的二郎，没问题。老弟的二郎开了六个。造成330万伤害，他那个奇怪的蓝色点点竟然没死啊！呵，大 K， 510万伤害。好，他的鬼吼鬼叫，他的瀑布直接GG了。对面的二郎，1000万啊！1000万的二郎看过没有啊？我靠，你个东丁东啊！1000万的二郎，我也是醉的。好，再来，目前来到4打3的局面。哎，1000万的二郎哎，不简单哎。好，1000万的二郎自爆了，我们笑他。1000万还是要自爆啊？完全没问题。好，再来。我们挑战第一名的阔鱼老公。好嘞，好久没有在第一名看到阔鱼老公啦，真的很久啊。安安，老公你还好吗？吃饱了没啊？有没有睡午觉啊你啊？记得接任务知道吗？好，没问题。对面的钢铁骑士刚了六个，造成三个受伤。春拳小力点，940万啊！刚刚的二郎1000万啊，这样不行。好。春卷直接自爆，我的老六二郎开了四个，造成220万伤害，没问题。现在来到6打4的局面，好，还是6打4，老六 King 应声倒地，没问题。对面的僵尸侠开了一个僵，好，他的僵尸侠自爆了，完全没问题。现在是5打4的局面，好，再来，僵尸细料膏开了一个吸，对面的细料膏也开了一个吸，独角兽烤了一圈，
好 ，Round Two， 绕地的二郎砍了三个，带走了对面的西老高。对面的二郎砍了五个，直接自爆。各位观众，二郎不管伤害力有没有1000万哦，他就准备自爆啦，就是自爆，完全没问题。好，再来，目前来到5-2的局面。球棒造成70万的伤害，流水刚再 K， 独角仙扣了一拳，好再来，老的二郎砍了一个二，好还没自爆，没问题。对面的僵尸侠砍了一个僵，哎呀呀，好烦啊，真的打很久啊，救命啊，闪光赶快出来啊！好，没问题，僵尸侠一个暴击，直接结束比赛。原来各位观众啊，配速这么重要啊，有没有看到啊，一速之隔啊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